戏里面的邱子轩给我很舒服的感觉。你说邱子轩吗？也就是跟他对起来不会觉得害羞，或者不会觉得不舒服，都是一种很真情的流露。有的时候到后面吧，我发现我们在对彼此告白的时候，我们那种眼眶啊，然后或是那个呼吸、那个情绪都很真实，对于我们彼此在交流那个状态。所以很谢谢邱子轩，是卢彦哲。哦哟，这个比我还专家。沙丁感觉就是我其实怀念少青的唇这样。应该是说邱子轩很怀念夏雨豪的双唇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角色，然后让大家见证这一幕，就不要再怀念他了。没错。好，来。你说你会一直喜欢我。哎，对，哎，就今天就是这样，就杀青啦，杀青啦。你说。